Hello YouTube， 我是李 Sir。 好，我這條片呢就是講中四的第五課，一個自創exam啦，幫大家去做到5A 練習13、14題的。今天錄就是說呢，現在有個 axis of symmetry of the graph of function 啦，即是總之就是 axis of symmetry 這條式就是 x 等於3啦，咁樣。咁就叫你找回 coordinate of the vertex of the graph。 嗱，怎麼做呢？我又用個圖去講。如果大家有看之前的自創example呢，你會發覺其實畫了個圖出來有些東西會清晰很多的，有些東西會清晰很多的，不會那麼模糊的。怎麼畫個圖呢？就是呢，唉，總之不動，一動就搞到這樣，殺了時間。好， OK， 好了，那畫個圖出來先。我都不知道圖是怎樣，不要緊，大概畫得了，即可能個圖就大概是Open Downward 定 Upward 先，而家 A 係-2啦，係嘛？咁啊 ，Open Downward 啦，咁呢個你都要畫得準嘅。Axis of symmetry 穿過呢個位置咧，就係 x 等於3嘅。嗱，呢個有咩咁特別咧？點解要用呢個嚟揾個 coordinate of vertex 咧 ？Coordinate of vertex 就一定穿，就一定會被個 axis of symmetry 穿過啊嘛。咁即係我而家要揾呢個坐標。嗱，呢個坐標咧 x 我哋有嘅，但我哋唔知道個 y 喎。我不知道 y 喎，其實冇嘢噶。咁我咪假設個 coordinate 咪就係三當 a 啦，三 a 啦。咁我咪將呢一點點啊代翻落呢條式度。點解可以代嘅？因為呢一條式就係呢個圖嘛，係咪？呢條式就係呢個圖。咁我咪可以將呢點代落去咯，記唔記得？那個點是穿過條線的話，就可以將這點代入去，是 satisfy 的。這個技巧是經常都用，我之前教第二課的時候都講過的。所以我們就可以用代入的方法去計，那就整件事就變得很簡單了。即是說，個答案呢就是，答案呢就是 let vertex 就是 3A。 為什麼是 3A？ 因為大家都知道 x axis 的 axis of symmetry 是 3， 所以可以代這點下去，那就 sub3a into y 等于-2x 二次减12x 再减10，咁就会得到咧 a 咪就系 y 啦，然后-23嘅二次加12乘以3减10，即系-2乘以9再加36再减10。好，揿揿机先，-2乘9。加36減10，答案是8。所以呢，個 vertex 就是38啦，是不是很簡單啦？即是如果你有了這個概念的話，其實個 axis of symmetry 你就可以幫你去代入，叻個點就代入回去，就找到個 point of vertex。 好啦，那 B 呢？那 B 呢？B 點解 B 揾 maximum 啫？好簡單，你知道個 vertex 就自然知道個 maximum 係咩啦。因為佢而家係 open downward 啊嘛，所以就一定係 maximum 嘅。個 maximum value 就係咩啊？就係個 y coordinate 啊。呢個位置就係嗰個嘅maximum 啊嘛，係咪？咁所以而家揾到係 A 係8，咁所以答案咪8咯，得唔得？咁啊，好簡單嘅 ，OK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可以幫你做13、14。不過我想咧講一講第14題咧，佢嗰個問題咧有少少唔同。咁啊，我唔做一條啦，但係咧攞翻呢個 concept 就做到噶啦。咩 concept 咧？就係你諗諗咧，呢度係啦，第14條，佢就話咧，而家咧個 vertex 咧就係呢條式就係3K， 咁啊叫你計 K。其實佢直接幫你叻埋 3K， 咪即係好似呢度 3A 咁樣咯，咁咪代翻落去呢條式嗰度咪搞掂咯，係咪？就再揾 minimum， 咁好簡單啦。OK， 咁所以大家留意啦。咁其實咧呢個 concept 咧可以幫到大家做好多條嘅喎，除咗13、14之外咧，仲有第23啦、24啦，甚至乎25都做到喎。咁所以大家可以翻去試下做啦。OK， 咁啊條短片就去到呢度。